阿 sa 聊初恋。小时候，我的初恋男朋友他在英国读书，然后常常都会寄一些小礼物过去，因为都没有钱嘛，所以都是自己做的一些手工艺。有一次我就买了一个玻璃瓶，我就用那个巧克力豆，我就拼了，那个，他的花上。没有，I love you，就在那个外面这样看到的。我就觉得很多快乐的回忆是要制造出来的。对对对。因为是朋友呀。